第四个问题，听萨米律师，您说我们无论上求到比丘戒或菩萨戒，都永远做萨米，不死萨米戒。还说以后大家坐下来专门研究戒，一条条查，专门查，哪本讲的对，哪本讲的不对，不自己去看书。大众坐下研究戒，一条条研究，落点干，总是听一大堆，却能理解的并不太多。为何我们研究没有自己特点，却总想随外面要求学很多？为何不能实在些，自己去书中查每一戒？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在讲这个萨弥戒的说啊，这个萨弥戒的重要呢？啊，因为这个戒，萨弥戒就是出家戒的根本戒。啊，五戒是所有戒律的基础。啊，萨弥戒呢，就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啊，作为出家戒的根本，因为它太重要了。包括虽然是比丘250条戒，啊，比丘尼350条戒，啊，48条哈，是，所以说这些戒律，每一条戒律都离不开这个萨弥戒。如果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萨弥，他就不会做一个真正的比丘。特别是萨弥戒里的基础特别重要，为什么说受大戒不舍这个戒呢？因为大戒本身就含有这个戒，他不可能舍去。但为什么要说不舍呢？因为要引起大家注重，一定把基础要搞好。因为萨弥戒里提到了很几的这10条戒律很重要很重要。举例子说啊，就比如说金钱戒，如果去掉金钱戒，你就不能成为萨弥了，那是八关斋戒啊，那是八关斋戒，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萨弥。所以说做沙弥啊都不能舍掉戒，你做比丘更不能舍了。没有沙弥的基础，你怎么能成为比丘呢？不可能的，也不能成为比丘尼。特别是啊，这个南传佛教啊，就关于这个不摸金钱的问题。其中有一条说到这样，如果你证到阿罗汉啊，包括初果啊、二果、三果啊，因为你不能行使啊这个不思金钱戒啊，而还在摸钱的话，虽然你成罗汉，但你不是个真正的比丘。何况我们边还不沾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萨弥戒是很重要很重要。作为一个出家人啊来讲，是很殊胜很殊胜啊。所以说末法时期啊，靠这个啊戒律啊，戒律的弘扬要靠比丘和比丘尼啊，也是靠。啊，这个萨弥萨弥尼啊，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啊萨弥这个基础啊，其他的
啊，就做不成真正的这个比丘和比丘尼了。所以说，特别是沙弥戒讲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所以弘一大师说，啊，沙弥戒受了大戒也不能舍沙弥戒。所以弘一大师也看中了这个沙弥戒的重要，啊，沙弥戒重要。只有啊，永远的做沙弥，你才能永远的去做比丘，啊。有的人呢，就是好高骛远，我以为得了比丘戒，啊，我就可以不吃这个沙弥戒了。为什么？他以为这个戒堕了，啊，就是最高的，啊，不是以次戒为修行，而是要求的是个名，啊，所以说有的产生了一种糊涂概念，啊，这是不正确的。所以沙弥戒对我们非常重要，啊。我们只有啊，特别是末法时期啊，我们必须把沙弥戒做好啊，只有做好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做好啊比丘尼戒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这个要做不到，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啊，世间讲叫秃头居士，啊，剃了头的居士，啊，剃头的白衣，啊，这个戒条呢，刚才讲了，要专门研究，啊，研究。研究呢，也一条一条研究，这个很重要，啊，提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对整个戒条呢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啊，需要听，但更主要的听不是主要的，还要自个儿去研究。为什么要自个儿去研究呢？这里有一个重要性，并不是你听明白了，就是你懂得戒律了。而是在研究戒律的时候，去掉你心里的疑惑，让这条戒条像个清净的种子，要种到你的心里，种到你的种子池里去。就像念佛一样，我们天天念，天天念，不见得你念那些都种到种子池里。在天天念的基础上，我们不一定哪一天突然的这个心里一下把一句佛号种到种子池里去。种到种子时，在你了脱生死的时候，他就帮解决了根本问题。我讲了，刚才讲，为什么十句佛号就能了脱生死呢？就是因为有一句佛号进入你种子时里去了。当你妄想，啊，刚一出现，刚一露头的时候，这个种子时的佛号就马上把这个妄想就消灭掉了。你思维什么都是来不及的，不是你妄想起来了啊，我变化了多少，我再去灭掉它，那都来不及了。啊，了脱生死就是说，必须赶上这个念的前头。当这一念起来的时候，马上把它灭掉。这个灭掉不是人为所能达到的，它是什么呢？是一个自动化。自动化哪来的？就是这句佛号要进入种子时所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求大家呢，就是说，要自己看戒，
就你看明白懂得这条戒也要反复看，因为你看明白是你的自见明白，并没进入种子实里去。为什么我们解下安居的时候要求大家要打几个期啊，专门送啊比丘戒，送比丘尼戒啊，送那个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为什么？就是目的一个，就是要把它送进种子室里去。为什么昼夜送？因为你在最困的时候还要硬送，这才能进去。你想睡眠充足的时候我去送，实际上只是你的无名已经增厚了无名的厚，你想再突破无名你怎么能进去？等你困的时候，特别是疲劳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无名也是最轻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突破这一关。有的人因为你看我晚上困呢，我连一遍的戒律我也送不完呢，净睡觉了。但是你知道你这是难行能行，这时候是你的执着什么都放下是最轻的时候，这时候要能进去就产生了更大的定力所以说为什么叫大伙要一条条一查，为什么说法师讲我们要听还要一条条查呢？就是目的就在这并不是说人讲的不对，并不是我们看的书上讲的不对，而是要通过查要深入心里去。说修行上不能靠我们的这个思维也就是靠我们自见来了脱生死，应该是怎么去掉我们的自见怎么样来突破它来了脱生死。所以说大家自己看书自己看书或听讲都得需要，因为听讲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一个法师讲，这只是一个方面集体听。为什么集体听？集体听一个自己不放逸，另外呢集体听戒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都逐渐清净，它会产生了一个共大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全体，全体是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这条戒律能听进去。你看你自个儿去听听一听他睡着了，或听这耳朵听那耳朵出去了，有时候很多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说我那时候困了放逸了，放逸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没有大伙共同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共修的力量共修的力量。所以说共修的力量很重要，有时候是共修的时候你看他打哈欠他甚至对动动腿甚至他那块就挠挠头很多的这个现象挺烦人和自己在那坐着那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现象都是小事儿，关键它带来大利益那是大事儿。所以众人熏修有力量，熏修有力量，你不能计较这小事儿把大的利益扔了。你不能说因为我洗过皮你们这羊也不要了，洗我也不要了，是不是？你得别计较西瓜皮，你得看准了那里有羊，是不是？
是不是？哎，所以说人呢，不能在修行上也是一样。你看吃饭的时候挺聪明，吃水果挺聪明，那这时候他就不聪明了。哎，这时候他想的就是，哎呀，我自个儿怎么清净是好，好不好？确实自个儿清净，研究也挺细，但是熏修的力量他不足，不足。另外，众人熏修的时候，能要素自己的行为。你想躺着能行吗？是不是？那就不行了。华兴老爱躺着，你一看大伙一坐着就不敢躺着了，这不躺，是不是？哎，这一下就把你要素到了，自个儿马上有些毛病就改了。啊，另外还有一个消业最快，消业最快。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在五台山的时候，我睡觉那个地方，一个大屋子，对面也都是人呢。哎，等我去呢，旁边的那个弄个皮包挡我脸，我的鼻子都能碰到皮包上去。啊，你说你这多大个地方，鼻子都能碰到皮包。嗯，所以说那屋里的气味儿、那邪味儿。哎呀，你要在世界上就不可能闻清，但是呢，就这些味儿，那才是好东西的，无价之宝。哎，就使劲的吸收，能去掉你心中很多的毛病和习气，对身体来讲，它非常好。哎，因为有我们心里就是有很多的毒素，这种气味能把它拔出去。特别是砒霜之毒、剧毒，啊，用这种气味都完全可以把它拔出去。在中医来讲，叫金子，啊，金子像金子一样珍贵，那倒不是啊，就是说它这个不好看，给称那么好名，哎，就是说，过去在古代啊，如果这人中了砒霜之毒以后，在抢救的时候就灌粪便，使劲灌。啊，叫他呕吐出来，不光是呕吐，而他这种气味能把化解的。所以说大家在一起，虽然气味难闻，但是呢，确实能把这个，有很多我们心中的一种恶念，能纠正过来，还能去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啊，不是有坏处，就好。当然，你别故意弄气味就不好了。我鞋我也不刷了，我专门拿着屋叫大伙熏一熏，那就不好了，是吧？你这咱就说这个，由于你自个儿能够忍受这种心，所以说环境就会变啊，升起一种唤醒。所以说一定要知道众人熏修是最无价之宝，你看大家在一起那是无价之宝。哎，你别看他的有些毛病习气啊挺烦人，吃饭挺能吃，你别看那些事儿，但他给你带来的无价之宝那是真实的。哎，所以说大家坐下来研究，一条一条研究，一个是啊这个熏修有力量，另外开发大家的智慧啊，这都是非常好啊，包括是去听法师讲啊，也是一样，啊，但讲只能起个带头作用，主要还是我们去看，啊，看人怎么说的，啊，人怎么说。所以说，有时候听一大堆，却理解并不太多，这是有道理，啊，你不要以为听一大堆你都能理解，我们一天。能理解一条戒律，你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了。我们如果是在十天之内你能理解一条戒律，你就成佛很快很快。不是理解每一句话，要把每一个戒律的所产生的清净的道理要入心，要入心，这是主要的。不光是这个借条，
要入心，而且说产生的那种清净要入心。我给问问大家，啊，我们知道这空间是什么，它有什么？谁说一说？这空间呢？啊，秦英说一说，老低头。什么没有？有没有空气啊？看不见。他看不见有空气，能感觉到吗？能不能感觉到有空气？能感觉到哈，点头了。所以说这空间呢，它有空气。我们都知道，这空间充满了空气，但你不知道这个虚空是哪来的，那是我们心理的变化。你心里清净了，它空间也就清净。你比如说进某一个道场，有的人一下就感觉到清净。为什么感觉清净？因为他修的清净，当时那种环境就会感觉到，所以说空中也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变化，所以说空中提供了我们很丰富的营养，所以说大家在一起修的时候，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非常清净，那就是我们的营养东西。营养，有的人就是这样，这种清净的营养他并不愿意闻，他不知道，他跑出去了，另外找个环境。当另外找环境的时候，条件是有了，但这个清净的滋养没有了。为什么有的人说师父离开道场，离开师父就犯戒，因为他没有这种清净的滋养。有时候条件比这好，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条件，真正条件就是大家熏修严持戒律这种空间，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条件。你别看破房子那是无价之宝所以那句话身穷道不穷你别看外面破里面心里有东西。什么是心里东西？就是这种清净所以说我们每一天在这空间生活中，我们每一天都在吸收这个营养，你就是大财富你发大财了这个是换什么人你都得不到的东西，任何环境都没有但是呢大家呢有时候看不到这一点，有时候你看人多多烦呢，你看他一会儿又说这又说那那点小事不值得计较，你获得大利那才是真的你没有这点小事你不能忍受这点小事，你又得不到这种利益所以说利益不是白给的你得能有忍受才能得到它。所以说呢，刚才这个谁提出这个也挺有道理我们就应该是自己要研究研究戒律我刚才把为什么要研究戒律
不是人家法师讲的不好，不是我们外面学习不到东西，关键是就是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根本东西你失去了，哎，这个不行，啊，一定要自己研究，啊，自己要看，自己要挖掘自己，要反复和自己的习性和毛病要做斗争，哎，包括困呐、睡眠呐、或者不理解，就反复看，哎，反复看，反复去理解，必然的获通。有的借条看的很多，但是呢在用上很少用上，有的借条看的很少，但是用上能用上，我们要求的是要把它用上，这才是根本的。你看的再多你不能用没有用，当然了我们要把最好都能用上，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就这个问题呢，就谈到这里啊，下面有些问题等到叫秦勇师给回答吧。下面这个几条讲呢，《金刚经》里说，一切法得成于隐，但经里一再强调说，无我空，既焉无我，那是谁来隐？隐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请师父开示。啊，佛说的隐。啊，要区别于世间的因，啊，佛说的因都在于技术，什么技术上去因？因为知道无因我，啊，无众生，无受者，啊，从这个出发得成因。我们往往把这个佛说的因呢，啊，说成了我们世间的因，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金刚经》说的因，就是说知道一切法。什么知道一切法？一切法都是虚幻的，都无实义，都是无明，所以得成于隐。也就是说，外面一切事物都骗不了他，那就是隐。他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身体和对面的淫魔和兽子，啊，因为知道我本来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剩下都是一切虚幻的，所以说他得成于隐，啊，所以知道一切法的人才能得于真正的隐，啊，所以说谁来隐？隐物可隐，本来没有一个能隐和所隐的问题，那叫真正的法隐，啊，叫法隐，也叫无生法隐。什么叫无生？就是没有生，啊，也就是无生，就是没有隐相啊，没生起我，也没生于众生，也没生起受者。所以说生没生，没生，直到所谓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只是一种虚幻，它不是实体，是一种幻境，一种迷局啊，一种迷，就像人做梦似的啊，你梦醒了，你看见还有在吗？啊，梦里有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我们现在活着，我们现在生存就是在梦中，我们有感觉，那种感觉是哪来的？也是一种虚幻。你们颜值得知道啊，你们伸出手指的时候，这个空中这个手指还疼不疼啊？
是不是还疼啊？疼，手持没了它，空中还疼。你说这个究竟这个疼是应该在右体里，我们平时都知道碰一下右才叫疼，这没右了它怎么还疼呢？是不是你要摸着燃烧的手指这根儿，它并不觉得疼，而是手尖这个疼，是不是？哎，什么原因？啊，就是说，啊，这个人的身体呀、啊，它只是一种幻境，虽然生了，实际上是没生，它是幻境来的。它没有实体，只是我们的一种感觉，而产生的一种习性，在起分别作用，而参与了这个幼团里，所以幼团里就有了感觉，等等事儿。现在医学还能从这里找出神经来，啊，等等，这都是一种幻境。所以说，我们要看不破它。啊，我们就不会达到隐啊，所以什么叫隐？就是无声，啊，没有声，啊，也是诸法空相。所以说，我们知道了实相，知道诸法空相，啊，那我们就得到的就是无声法印。所以说，当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被这个舍利王肢解身体的时候啊，他得到的就是无声法印，当时证到了一切啊，证到了一切。所以说，佛发愿呢，将来我第一个度的就是舍利王，因为他成就他的法印啊，人如现人嘛。最后的那一关，他知道这个身体是虚幻的，啊，是假的，因为他去到身体的时候，哎，所以说他就得到了这个。所以说佛告诉那婆伽告诉你，你们的眼子，啊，眼鼻眼香，让你们也得到无声法印，知道是诸法空相，多殊胜的事情，啊，那是菩萨行为，是不是？应该升起欢喜。欢喜是欢喜，但别生起慢心。啊，我可言之，我现在成菩萨，我真的了啊！你们这会儿得给我待遇了，吃饭多吃几碗，啊，做点小灶，干活别找我。嗯，这将来我再说你们，你得听我的。嗯、啊，这完了，这就被。功德刚得到，又被习气给占领了，那就不行。所以说，越言之他越谦虚，知道什么？本来自己的臭皮囊啥用也没有，自个儿过去为什么慢心？就以为自己哎有个臭皮囊，以为还如何了不得？这会儿通过言之知道咳咳，原来这个身体也是假的，那感觉也是假的，为什么老顺着感觉去走呢？老去生气呢，哎，所以说你这个无声发音，哎，就出现毛病了，啊，我们不能顺着走，啊，一定要知道，我们必须啊，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严止了，既然严了，我一定要它发挥它最高的作用，更谦虚，啊，更卑下。啊，而去更不叫苦，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功课一堂不能扔，啊，打扫厕所，别平时我可能都不做，这时候我还更得做去了，我一个手做，啊，所以说你想一想啊，我原先就想过一个手，啊。我也能干活，俩手没有了，我照样可以干活，还有脚呢，还有脚，一样修道，哎，
如果脚少一个了，那我还可以轱辘走，对不对？还一个腿蹦啊。如果俩子啊，两上子没有，两下子没有了，我还可以轱辘走，啊，无所谓的事情。身体本来就是个幻境，什么条件都能修到，你得有这种决心。所以说，就生出一种感激心。现在我挺好了，眼一个手指头，我四肢还健全呢，有什么不可以的？挺好，挺好。嗯。所以说，我们言止以后会产生一种法瘾，啊，产生一种法瘾。但这个法瘾就看你怎么利用。如果你自个儿随着自个儿习性去，你这个言止的功德就打折扣了。如果你能够，啊，克服自己所带来的困苦，包括身体带来的不舒服，有时候言完止了浑身发热，啊，有时候还有一种疼痛感觉，还有一种啊，有一种那个其他的想法吧，啊，所以说越是有这种想法，我越不在乎。平时我可能还干活少一点，这个时候非干不可。平时我不打扫厕所，这时候非打扫厕所。非让这言止要圆满，嗯，这才行。哎，别怕脸面，啊，所以说这个修行啊，一定要抢着做，啊，要抢着做。所以这个瘾呢，非常好，啊，我们从哪开始瘾呢？身口意上要饮，啊，身体上要饮，一切病苦皆是虚假的，啊，虚幻的。昨天我在那个啊大悲寺呢，跟他们在大戒寺啊，还有沙弥啊，我跟他们讲坐禅的问题。我是坐禅的，不是吃饱了喝足了身体非常好搁那坐去，那不叫坐禅。坐禅是什么叫坐禅？就是克服一切痛苦来坐禅，包括眼睛红了眼刺出来了，耳朵疼嗓子疼啊，腰疼，甚至上火干燥，甚至有些有的有还得便血啊等等，必须得从这里克服出去，这才行。哎，你要坐禅，那不叫坐禅，你找个舒服地方坐一会儿，那叫坐禅。必须从痛苦中要挺过去，那才叫坐禅。像念佛似的，念佛嗓子疼了念不念，照样念，起口疮了，啊，念不念照样念；起一个口疮念，起俩念不念照样念。啊，我以前也跟你们说过，青藏时那舌头起好几个口腔，那舌头前半部全是红的，红的，发红了，舌头发硬，嘴唇全是溃疡，好几个溃疡，那溃疡手指大的像小手指盖那么大。甚至有半打那么大，你说那个有一个人都受不了，何况好几个呢？就那样，在打送戒气的时候照样送啊，啊，也不说要药，哎，照样送。你给药我就用，不给药我就拉倒，没有半点药性。所以说，应该从身体上要引，啊。不要因为有点病了，哎呀，今天我感冒了，今天我头疼了，今天我腰疼了，愿疼就疼，就是做，哎，我就是干，他疼他的，嗯，你要是顾着疼，你就不修了，这段时间以后永远没人给你补。你想以后我病好了再补，他们这个时间过去了。是因病破了修行就不合适了，哎，那怎么办？说我
我站不动，我站不动，我还能蹲着，蹲着不行，我还坐着，坐着不行，我躺着，我都不能让他空闲着。也就是说上电似的，上电了我站不住了，我坐着站我也上电去。在五台山我曾经看见一个老师傅，那时候70来岁嘛，身体特别胖，他这一胖啊，他要跪下的时候都得把着大鱼子跪下，手按着大鱼跪下，是长老。每天上殿的时候他都是把着鱼跪下，跪下他就不起来了，等起来的时候再把鱼起来。那么大岁70来岁还上殿，我们这哪有70来岁的啊？但不去年龄没到，但是他行为可到了70来岁。有点病就不上殿了，找点理由就不上了，比70能80来岁是吧，这就不行了。人家为什么要上殿？人家知道生死啊是大事，众人殉性有力量，所以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难行能行，而去修行。所以我们应该跟这学，所以说修行就在于什么呢？你要胜别人一筹，正常情况我能做，在困苦的时候，特别难的时候我要去做，这才行。所以说这身体要隐啊，这口要隐啊，而且呢我们是共同熏修的时候特别注意口业，慎善口舌嘛，我们的口啊平时都说惯了，特别是来到这儿出家的人，大部分在家都是说惯了的，都有点横力，有点横力是好事，但是在家也都说惯嘴了，都是批评别人的，张口就说，不管老少，不管对不对，我先把这气除了再说，先说完呢，再合计别的，但是你知道。你在世间上造业，你因为你不懂，学佛的不是，那都是要记账的，都要落在你种子室里，将来都有个果报的，佛经里不讲啊，一个沙弥啊，嘲笑一个老比丘，说他叫的像狗叫，最后来生堕落狗。你想想，万一咱这里有个罗汉怎么办啊？你敢这么说，将来你不完了吗？是不是就没有罗汉同样也是解罪的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这里很多人要造口业，口业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什么叫直接的啊？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叫直接的，还有一种间接的，间接的更厉害。什么叫间接？他这里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包括一些破坏的话，挑拨的话，曾经就有一个人嘛，这是大悲寺啊，有那么个师傅嘛，他告诉一个沙弥，他说的，哎呀，这师傅没有传承，他没有传承，你应该啊找传承去，那个意思吧，但原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沙弥比较有觉悟。就跟我反映了，反映完了我就找他谈，就两个句话，你赶紧离开，他说我没地方去，有没有地方去离开，这叫破坏圣和合，
你自个儿有想法可以，你说师傅没传承啊，也没有法眷，你这可以，你说可以，啊，但是你跟沙弥说，绝对不允许。你拿别人法身慧命作为你发泄的工具，那不允许。你的法身慧命重要，别人的法身慧命更重要。啊，当时就给清单了。后来清单以后，在外面有病了，啊，别的居士打电话说：“师傅，你看看那个师傅是你们大悲寺有病了。”能不能派个居士护士？我清单一概不护士，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人。平时啊，供做一些事情还真都挺认真，啊，都挺好。就是口业，你只带来的后果非常重，非常重。啊，圣团绝不允许挑拨这个事情，佛经讲的更多了啊，包括这个大王语啊，没正说正，没得说得，那犯大王语堕无间地狱，是我们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毛病。一个是大王语，一个是挑拨，特别是挑拨师徒的关系和常住知识人的关系，这绝对不允许。你有想法可以，你说我哪块不理解那可以，但你跟另人去说，你就起到了破坏圣团的作用。师父知道清你胆，不知道佛菩萨也会清你胆，当清楚就后悔了，你再没人管你。所以说我们在圣团里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说绝对不能说，当然有一些习性毛病，有时候看到问题那也不能讲的，只能跟师父反映，说这个问题，你看我看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对和不对，我跟常住反映，师父允许说我就说。是不允许，我还不说。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圣团里共同生存。圣团里就是积极生存，必然有生存的原则。这个不是谁定的问题，在哪都一样。你破坏了和，这个圣团就容易分裂。分裂，首先第一个罪魁祸首就要清除你。不光现在的结果，将来也会承受这结果。所以说这口业的瘾啊，也就是说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地方啊。有的人就不能瘾，你知道不能瘾，你修的功德一下就露出去了。特别是跟居士这一块，圣人绝对不能跟居士老说话，说话都是不允许的。一会儿找个居士唠唠，谈谈，一个是发泄自己的郁闷的心情，第二个跟居士争取居士的同情，满足自个儿的那种同情心，找着一个伴儿。另外还有一个攀缘心，将来给我建个道场啊，是不是能给我找一个那个有个大护法呀？将来呢，万有一天，我想出去的时候，马上就给我一座庙，所以这种心是最危险的一种心。为什么？这种人也不是不修行，还真修行，就这点放不下，看不开，你就把自己坑了，真正要道场的人，你不会得到道场，
为什么？有求就苦啊。你看求得道场的人最后自能是苦。无求的人放下他不想要道场就给道场。所以说这个例子很多啊，你像妙好师父从来没要道场，也不想要道场，就想静心修行，道场就给他。有的就想要道场，待不住，有的就来不了，不是道场没有，关键就是我们的德行必须与法相合你才行。也像咱们大悲寺似的，原先我的想法就是什么，上深山老林去，在大悲寺先站个脚，站个脚啊，僧团这些人能有所安排就行了。如果一个人俩人啊，我领着人上大寺呢就完事儿了，就还什么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事儿，你越不想要，最后给你了还走还走不了，算那块儿，越见规模越大，就像三家谱子也是，那镇里的书记还有那个王文环，没少去啊，左说好听，右说好听的，非得来不可。所以说要有无求的心，无求的心他就不会造口业，如果有求的心，他就会造口业。所以心里啊，口业就是心里的窗户啊，所以说口上一定要注意，这个口德太重要了，特别是人多地方更得注意，每句话都得加小心，说这样不太闷的，太不自由了，自由不自由我们才能改掉我们的毛病习气，如果给我们自由我们就永远堕落下去，所以不要自由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心里真正的无我。不要自由，所以把自己要看死，捆死，那才行呢。一切都不要，什么道场啊，什么我也不要。什么好处也没有，我就想，老老实实的修行，就要一个老实的心，那就是你的无价之宝。你像亲藏似的，你什么他也不要，不要啊，我现在是离不开他，道场也需要他。将来有道场，像他就随便可以挑，想要哪个给哪个，随便可以挑。你越不要越有人给，越要实际上只能是带来麻烦。所以说我们一定知道啊，这个身口意业啊，意的境界更重要啊。所以说那是个因啊，不能产生那种想法。当想法产生的时候马上要灭掉，不能顺着那个意去没事的想啊，做那没啥事啊，突然想起那个饭好吃，你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带来痛苦。因为在堂这做饭我就想过，刚做这个做那，当轮到我吃的时候，保那地方不是少就是没了，再不就过去了，所以说不能有所求，特别意念动心也不能有所求，所以大家特别注重这个意，意是因，所以菩萨怕因，凡夫怕果，所以说一定在因地下果，不让这个意念老随着自己的习性去跑。你以为大伙都不知道，我在坐那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打坐呢？佛菩萨知道，因为你打那个妄想，
如果是不清净的，它会发出的光它也是有变化的，别人也会感觉出你的心里的反应不是心里打什么主意别人就不知道，有他心痛的是能知道的以前呢有一回坐公共汽车嘛，有个女的上车就唠嗑跟别人就谈话那时候我就色心不听，越不听他心里想什么都知道，他肚里想一套他嘴说一套，和他说的正好是两回事儿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女人说话怎么心口不一样心里想的是那回事儿，外面说的可热闹，要光看外面可真实了，一看他肚里想那些东西，那嘴上就是敷衍了事，根本就没说真话。就是说这个意念呢不能乱想你养成习惯了会对佛菩萨他也不忠诚，这面拜佛他想别的不能养成那个习惯，将来形成的果报那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不是不知道，佛菩萨是知道的有他心痛也会知道的另外呢众生也会感觉到你比如说特别是那个老鼠有时候你要想老鼠，老鼠一会儿就来了，你给老鼠动员一会儿，老鼠来吧，一会儿震你老鼠肠胃，老鼠震你来在那个统一闭关的时候那老鼠就往脚上爬我就用意念呢，那个意思你怎么今天还没看着呢，一会儿那老鼠脑就伸出来了瞅你他往跟前凑合先用鼻子戳戳你脚，最后呢完了就上你膝上蹲着去了蹲一会儿都表示友好这个意念它起个很大作用，在有些众生它是能感觉到的我们有时候烦恼太重了，是反而感觉不到也不是说不感觉，就是忽略到了，但是它产生的意念的力量，它产生的因果，它必然在每个人的心里要形成的要形成，不是形不成所以说这个意念作为我们的基础一定要注重因